要对症下药，所有人都用一种药，所有人恐怕都用一种药，要对症下药，懂吗？那我们称判断法则，判断法则我们用最简单的判断，一到三步的法则。对。那这个没哪没看过的法则，对不对？四到六步的法则，轻微受损法则，受损不是很严重的。那七步以上受损法则。七度以上受损发生，那就叫受损发生，好吗？那我们如果七度以上受损发生，我们全部用弱的药水去做，可不可以？然后这里呢，我们强加弱，可以吗？这边一堆，加这边一堆，两分，收起来，可不可以？会不会简单？那比如说下这个头发，这里就强一半弱一半，那这里呢就全部不弱了。可以吗？那像他这种头啊，这起来有点轻微发霉，但是这种头啊全部会落了，可以吗？那这个头啊呢，也全部会落了，那尾巴就一点点呢，你最起码有喷很多水，抹上太阳穴不算，就不要的话，这个如果再落的话，自己会，懂吗？你太小心点了。好，就像你的头啊，过来，好，像这个头啊呢，上面强一半落一半。八六，可以吗？会不会简单？如果是初一的头发，那就用强烈的水，我那种，可不可以？初一的全部强的，我那种。如果头发还看住的话，放下来，多抹一大，多等时间，可不可以？那如果有这么的话，就很快，酒店里面的话很快。好，那这怎么做头发呢？收你们的反面200反面是正常的，好吧？那我们要做点，所以这样做不够精准，还不够精准。那我们要做的更极致一点，必须要把法子判断到位，然后要把药水调精准，这样的去做，它的成功率就很高。那比如说一到两步的法则，三到四步的法则，五到六步的法则，七到八步的法则，八步以上不要做，这是度啊。好了，那一到两步的法则，我们肯定得用强烈药水去做，那最好是用什么？酒店里面去做，那最好做，好吧？如果三到四步，我们也可以用强烈药。但是升级版的，是八点八的错，可不可以？怎么样判断一到两步的话，就是头发拿过来，没染没烫过，头发看到太阳就是自然光下，透光看过来，头发是乌黑的那种。但是这个头发留得很长，拉到尾巴还是乌黑的。那为什么这个头发没染没烫，留得很长，下面还是乌黑的？因为这种头发的结构是很紧。它慢了，你色素是不会流失的，就像黑人头发一样，黑色素特别多，所以它很抗皱，理解吗？如果你上面是很黑，看到尾巴慢慢变黄，但是头发上面就是三度，两到三度的发质，下面会变成四到五度，理解了吗？因为它的头发就干净，它锁不住头发里面的慢了的色素，它慢慢的流产了，色素就会流失，尾巴就会变黄。还有另外一个头发经常可以去吹啊，有时候去吹，你会变色，把那边打开的速度就是，理解吗？看明度。那我们怎样判断发质呢？一个是问客人头发做了多久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是看明度，看这个头发的度数。第三个是摸一下头发没烫之前、没染之前、没洗头之前，干的时候去摸一下下面头发会不会干燥。会不会出岔？到最后呢，我去拉一下头发呢，能拉多长？但拉的时候，头发必须是湿化去拉，洗干净湿湿的时候去拉，才能测得更准，好吧？但是乌黑的那点头发是拉不长的，拉长了怕出岔了啊。那我们三到四度是八点八度，我画。如果五到六度呢，我们可以强。加弱，那比如说我这里强了，可以换多少呢？换三，换七比三，六比四，五比五，
四比六，然后那个三，所以在这里面呢，老师只是给你一种方法，并不是没有最精准的公式给你。那比如说五路的话就是粗一点，那我可以请三，但是这里面的是八点八的好，请三，粗一点五路的颜色，请三。如果是六度的头发，它特别细软，干燥一点，那就是三比七，可不可以？强的换三，这里换七，但是五比五的、六比四的问题要排除，可以吗？老师给你的是一种方法，比如说同样的一种药水，在不同的地区、天气都会软化不一样，理解吗？好，七到八度，我们也可以强加的。怎么加呢？强的二比八，一比九，零比十。比如说八度的话，就是微弱了。七度看这一点，二比八。但是也不要定性一直测，这么挤一堆，这么挤一点点，感觉是凉快就 OK 了，好吧？没有最精准的公式，但是道理是对的，就像做色彩一样，老师教你加零杠六六，加零杠八八，加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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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一大堆，但是底色只有不一样一点点拿出来，完全不一样，理解吗？但是老师讲的你有没有道理？道理是，理解了吗？老师给你的是第五步最精准的，给你加好不是会并不是最精准的，好了哈。来，我们知道了这个头发，然后怎么样去判断，怎么样去拉头发呢？比如说头发起的，那就给你头发十分；如果是看着头发它十分，不过扔到十三分的时候，它就会断掉，断掉会啪一声，是断掉，会响。啊，拉不长，那就怎么看出很黑，出黑的，没染过黑油，没染过，没烫过，出黑的，对不对？看出。然后三到四度的话，正常来讲，头发十分，它能拉出十三到十五分的时候，它会放亮。明度呢，也是三到四度的明度，没染没烫过，可以看明度。三到四度的明度，在自然光灯光看下来，好吗？手不要太顺了，好不好？然后五到六度的头发呢，洗完，如果你不化护发素的时候，它还能梳得开。但是明度五到六度，啊，然后头发哪一根拉，哪一根拉，大概十分，它能拉出这个十分的头发，它能拉出十五到十八分的时候，它就会断，会拉长很多。湿了，洗完头发湿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？七到八分头发，正常拿出一分头发过来，十分头发能拉出十八到二十分的时候，断掉。那一根头发如果两头抓紧的时候，你能拉出双倍以上，不能拿，好吧？这个头发不能拿。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头发不能拿呢？比如说这个头发洗完水以后，洗完水以后就肯定不能拿了。洗完水以后看这种头发对折折住，这样按住它，按住它，湿的时候按住它，二十秒以后放开，它这里是一个折痕。不能烫，好吧？拉出双倍不能烫，好吧？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头发是染的七八度的头发，可以烫。但是七八度的话可以烫，它打过蜡，这个时候烫的时候就注意，一定头发要湿了，要落了，要水先软化。软化了十到十分钟以后，头发没有动静没事。然后我把药水刮下来，药水再加高一点点 ，pH 加高一点，如果我六点八，再放一点点药水八比二，它就会变成七点三、七点五。到七点三七点五再抹上去，就从慢慢的往上融化，就融化出来，头发就不会坏掉。就像人家染过黑油一样，黑油是金属的包裹在头发表面，所以要叫做破皮融化，要从酸的慢慢慢慢的撇出往上升，往上升，理解了吗？就像你的头发为什么漂出来这么酸？你的头发这个漂会漂吗？酸感干的就是，什么头发会受得了？你们漂头发一定要把头发洗湿的时候。然后用细腻的漂粉，用百分之三的双氧，先漂，先抹上一道，过了十分钟以后，然后再把漂粉漂掉，百分之六的双氧再抹上去，慢慢的往上升，往上升，往上升。这个时候它的发蜡凝，头发的毛鳞破开，然后发蜡凝在膨胀、在流失的时候、氧化的时候，它就不会产生热量，头发就不会软掉，不会黏掉，懂吗？那为什么老外头发
挖还很好，因为它里面没有曼达林色素，所以它漂出来的时候，在漂头发的时候，它不会产生热量。所以黑人头发一漂就变硬化，因为它越黑，它会产生热量越大，理解了吗？做美发道理一定要懂，懂了以后你烫头发、做头发就很轻松，理解了吗？知道了吗？药水知道调配了吗？调配完，药水、头发、湿润头发就，比如说你的乱发就是一条乱发，上面抹健康，下面抹瘦水，肯定先抹健康再抹瘦水。根据不同发质调配药水再抹下面。那比如说这边头发是三度了，三到四度了，然后这边是五到六度了，那我们很简单，上面强的药水抹上去，下面抹弱的药水，稍微抹上去过了一抹，然后上面的药水松下来，下面也能乱发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？对，上面抹上去，下面落了药水带下来，可不可以？那如果这一节是八度的受损，那这一节是健康的，那这里的话就尾巴松一点点，那这一节可以抹上碳酮修复霜，然后这里抹强的抹下来，然后下面不要融化，等到上面可以了，水喷一下冲掉就可以了，可以吗？所以如果要应用，药水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理解了没有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软化到位了，去冲水。软化到位了，去冲水。来，这里看到老师这个盖子上，来挂一下，来过来小朋友。蓝老师喷水刚才就喷了一圈半的水位，因为他头型大，喷水要喷低一点，看太高都你看不到，理解吗？喷一圈半以后，他整进去一圈有半圈有盖子慢慢梳理，梳理完上整正里面是没有水，所以这里有个很松的感觉，没有那么死板。理解了吗？好，那我请你看。好，看看。好，我们这个杠举的时候，在上杠的时候是向前斜线，向前斜线是前重，后重前轻，然后往后提拉。好。好，把头发放到烫发举的前部，往下看，然后呢，从这头开始，盖住你的向前斜线，然后整了一圈以后，然后呢，再压一张纸，所以纸要薄了，然后做半重叠，半重叠以后盖住竖立，慢慢盖住立起来，往上卷。上面扶不起脚，这个脚要让它有更好的一个头，可以吗？上面向后，所以上面要排四个杠，它才稳定会离界，往后，后面往前，前面往后，理解了没有？这是高点，后面低一点，然后上面再转高点，往后，好吗？理解了吗？啊，这抬杠。好，接着我们的刘海可以用一个小杆尾巴喷一点点水整进去，然后这边的一个大杆往后整，可以吗？好了。而这个小杠我们也可以用电棒去接喷水，电棒来卷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电棒就进去，这个用电棒卷，然后这个大杠卷的。好，等一下这两边的还要剪掉。我们这两侧的头发，你看还有点短，这个是刘海。
就是先判开，与大连干，还有四号干，批准一点。这个半场，然后把这个尾巴提拉起来，然后左边，然后用螺栓，对，就这样。好了，我们软化到位以后，右手螺栓去，如果不够的话，偏曲就会慢慢往上升。得力软化到位了，然后用喷水，喷水把一号虫刮掉。那为什么用喷水？喷水喷上去，头发就会顺掉，就会光光的，知道吗？水喷的舒顺，然后再冲掉。然后在测试软化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测试，比如说一到四的环节或到五的环节，我们都可以头发取出一到两根，就是一根球球的一到两根头发，然后两头抓紧，然后去拉，大概的头发就十份，能拉出二十份的时候，它的软化是70%-80%，能拉出十份，能拉出25份的时候，软化是80%-90%。那正常我们一根头发拿出十份出来，而拉出双倍多一点点就可以拿出来，不要老化太过，好吧？但是抗拒的头发要老化到位点，理解了吗？受损的头发老化到70%-80%就够了。那我们测试受损的头发怎么测试？就是取出一束头发，来，从这里取出一束头发，有，取出一束头发就这么大，取出一束头发这么大。然后呢，大概坚果球的三分之一，对不对？然后抓起来，然后把坚果球这样绕上去，这样绕，靠在一起这样绕，绕绕绕绕绕下来，按住它，等20秒化开，一下子弹开，融化不够，对不对？慢慢弹开，带有整干了，带有那整干了，三倍量，然后拿出一根头发再拉一下，它有褶就可以了，弹不开就融化够了，理解吗？还有一个看头发的变色，头发轻微变色，软化不够，理解了吗？软化不用太过，当然软化不用太过的话，我们头发下次还有的做。比如说我们在软化的时候，比如说像这个头发，我在软化的时候可能就软化下面就够了。那正常的时候，我们会从上面刷一下，刷在上面有毛躁，吹干这个全息，但是上面轻微的软化，可不可以？但是用烫卷的部位，我们会用烫卷修复刷。比如说像这个头发就比较细。在这里它不上气，这个头发那边拿起卷就必须用猪嘴刷才能看得准。所以你们以前来的老师都要涂头发很注意的，然后都要找处女花。现在哪里找处女了？对不对？处女花哪里不好找？所以处女花找出来，然后干染的颜色，那头发好看，懂吗？头发染的越浅越难看，然后细短头发也难看。昨天那两个头发很细，对不对？都很细，很细短。好，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在上干的时候软化完，然后冲水，冲水要记住一定要用水溶性物理，不要用洗发水就行，把这个一整瓶都滴，它是不会油的，知道吗？它洗上去的油，然后会对冲跟中和头发里面的碱性的过程，理解吗？会去除异味，所以你们头发看出来有味道的话，是第一个没把头发洗干净，一定要把头发洗得干干净净，头发摸上去有点涩涩的，这个护理再抹上去，抹均匀，然后再冲掉，可以吗？冲干净以后，然后把头发吹干来看，吹干来看，我在前面已经说了好多了，对不对？吹干来看的好处，然后用烫水的地方要用温水去喷压。如果没有温水的话，你就抓冷水；但是温水的话，建议这种喷水壶，就是为保温的一个喷水壶。保温的喷水壶，它里面有两层的，是保温壶的，所以这样的水喷出来，知道吗？它会保温的喷水，因为温水一喷上去，头发的琴键就打开，头发就柔软，好吗？喷上水以后呢，然后再用毛巾擦一下，然后再。涂上碳酸修复刷，但如果你头发软化过了，碳酸修复刷就不建议涂，好吧？其他软化不够，连粗硬的头发或细软的头发或头发很受损轻微软化的，都要涂碳酸修复刷，理解了吗？涂上去，然后开始加热。加热很简单，加热我们用的这台机器是调了60度去排水，因为机器调60度呢，
到七八分钟以后，它也会达到100度，然后把头发里面的水会把它排掉，排掉以后呢，头发里面剩下一点点的成分，我刚才前面做烂头的时候给大家说，一定要保护头发里面最后一口气，对不对？如果头发最后一口气没了，头发就烫不起来，所以头发要给你潮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高温多少度呢？头发清净和产生记忆的时候，达到125度才能产生记忆，理解吗？所以后面调高温，前面头发受损了，给它排水8分钟，健康排5分钟，然后后面调高温，高温的话调110，因为这台机器调110，它是高温达到130度，刚好是我们要的温度，然后你调到110，然后加缸，哪个缸哪个拔掉，然后冷却。地形，你拆弹把弹给拿掉，夹就夹肉，地形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但是你如果卷了很多圈的话，换下来就会变形，就不建议大家拆弹，就放在那里冷却，冷却到45度以下或到15度以下就可以地形，可以吗？啊，就冷却20度，理解吗？好，我来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就隔了那个这样的电。这样子更不一样了。所以，好，这一点点水就够了。因为电板的温度很高，进去的时候温度很高。如果你水很多的时候，我就会受不了。水跟